在北宜公路还不曾出现之前，一条山路早已跨越过台北和宜兰之间。不同的是，这是一条用脚走出来的高速公路。过去，泰雅猎人繁忙地奔驰在这条兽迹丰富的山径上。今天的山路足迹依然繁忙，但却多了一些漫步的闲适。一流清浅，一路缠绵着贴身而行的山径步道，在没有太多起伏、夹岸一片浓绿的风景中，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从过去到现在，生态一直都是这里精彩的原住民。自然观察者为它翻山越岭而来，生态研究者更是沉迷其中。这条路是许多人眼中的瑰宝。北台湾的溪流中，统后溪是一条动静皆美的溪流，不论是它的清静可人，或是若即若离。在北宜公路快过月林古道，而雪山隧道忽而就来去台北和宜兰的今天，缓慢已经成了高悬在北宜之间的一种浪漫。而这种不急不徐的速度，让旅人在翻山越岭的旅途上能更清澈地看到一条山水交融的越岭路。台北县的乌来，除了温泉之名以外，这一带的山区曾经是泰雅原住民活跃的区域。从乌来经孝义进入的统后林道，就是一条早年泰雅族人络绎于途的古道。在时空变迁下，古道曾经铺上轨道，成为日本人运木材的台车路。今天的路旁，统后溪依然蜿蜒，统后得名的大统山高耸在正前方。这条路不曾因文明而没入历史，它曾经具有的交通价值、人文风光以及丰美的自然资源，都还静卧在今天的山径上。从孝义进来嘛，沿统后林道到台电这吊桥，大概是几 K 的地方？大概12.5K。那现在这边是统后越岭道的一个起点。对，这一条统后越岭古道啊，全长大概12公里，如果正常走，大概要4个小时左右。这条步道啊，跨越台北县跟宜兰县，它落差近300公尺。现在我们站的位置大概464公尺，最高是744公尺。所以整个它的起伏不是那么大。对。老旦，那个从资料看呢，这条统后越岭道好像跟泰雅族蛮有关系的哈。对，这条古道哈是乌来乡泰雅族的三大古道之一，那一条就是从巴林到福山，一条其实八湖越岭古道。有人称呼说是福八越岭古道都可以。那第二条就是从福山再到哈盆，就是哈盆越岭古道。那第三条就是这条古道。过去泰雅族人应该是常常利用这些古道迁移啊，或者说迁移啦、通婚啦、谈些事情。那后来日本人又重新有把它修筑成道路。以前日本时代来的话，可能就是一些砍伐一些的古道。当人类退出了森林舞台，这条路保存下的原始和自然明媚，反而吸引了许多向往山林的都市人。每逢假日就涌入大量人潮。管辖的新竹林管处只能定下总量管制，因为这条南势溪的支流统后溪，不但是台北市的重要水源，溪流生态也相当丰富。大概就是苦花啊，然后石斑啊、溪哥啊，还有爬岩鳅之类的。因为我们做过3年的那个鱼类调查，这一次的第一期已经做过了，就在下游差不多阿玉溪那一带做过溪流鱼类调查。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会反光的那个是苦花。是苦花，对。
像前面这一段好像都是沿着这条溪流蜿蜒而上哦。对，统后溪从孝义村进来就沿着统后林道一直进来嘛，那因为里头有经过那个管制站，所以里面的人为开垦其实是很少的。对，然后我们目前也是有车辆管制，在限制人车进来的数量，让统后溪整个保持在很干净然后很天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刚走这个林道进来哈，可以感觉这边好像有一些天然林，好像也有一些人工林。对对，它这里大概50年代啊哈，有就是我们的政府有做一项很重大的措施，就是林相的变更。所谓林相变更，就是当初这里的树种全部给它换成另外的树种，这个就是在林业上所谓的接拔啦，把这里的树全部通通砍光，然后种另外一种树。所以我们连续好几个山头看过去，大部分都是柳杉的造林地。那现在的造林方式就有所改变？对，现在的话就是很提倡用台湾本土原生植物来造林，而且是强调会多树种、多层林，这样森林会比较多层次啊，也可以提供其他的生物去那里栖息。现在都强调生物多样性，所以现在单一树种造林已经没有在做了，嘿，几乎都没有。现在的趋势就是复层林造林，多树种、多层次这样。柳杉虽然无法成为预期的经济素材，但无心插柳的树海景观却早已融入台湾森林，和其他原生种共同开枝散叶。根扎稳了，水源自然被涵养下来，而一些虫鱼鸟兽才能自在地悠游飞舞于食物无余的森林，丰富台湾森林的色彩。日据时期，乌来地区就被日本学者誉称为关心台湾植物者共同的美好回忆。这里珍奇的物种魅惑着他们奔闯入林，以乌来命名的植物也一一面世，而乌来科就是其中之一。为乌来科命名的学者郑宗严进，对乌来地区的植物采集留下美好而令他感动的印象。树干受伤会流出汁液的乌来科又叫林梨，它和乌来麻以及许多在乌来被发现的植物共同成为植物界的美丽符号。置身在这处外人眼中充满珍品的山林中，似乎还能感受到当年日本人在这里留下的感动和惊叹。乌来是台北县唯一的山地乡，区内散发着浓厚的泰雅原住民风情。乌来的地名源自于泰雅语言，也就是冒着烟的热水。这里丰沛的地下热泉让它成为台湾重要的温泉名胜之一。而乌来最吸引人的观光台车原本是日据时期的运财车，在经过林务局改装后，不但是全台唯一的观光台车，而且为乌来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景点。这是我们叫书法作业啦，因为这个人造林当初在种的时候密度可能太高了，所以林道旁边的树都会比较粗，可是里面的话因为它阳光比较少，所以木材生长都比较瘦小，因此就要书法让那个阳光可以进到林子里面，它木材才会变粗。就是不要再让这个森林太密，对对对，太密的话树就比较长不大，太密它大部分都高生长，所以就瘦瘦高高的，要疏拔一些才会直径才会加粗这样。林务局这边就定期观察看哪边森林太密或太杂乱，就会进行一些疏拔。所以我们里面都有选定一些区域它需要疏拔的，就进行疏拔这样。
这样算大概几年了？这样算大概有30年左右。30年了、欸。对对对。所以表示这柳山造林的大约有30年了。对，对，大概是30年左右。嗯嗯。那我们看这个柳山哈、哦，感觉就是说它颜色不太一样哈、哦，外圈比较亮，然后中间比较黑。对，它这些木材的中间这个叫新材，嗯，哎，啊，旁边的就叫边材，它两个颜色是不太一样。30年的岁月并不长，但台湾森林的历史仿佛就刻画在一圈圈的年轮中，每一圈都是一个重大的抉择，重要的里程碑。从伐木到造林，从早年的经济考量到逐步迈入森林游憩和生态旅游，台湾优美的森林景观、自然的野趣文化，让更多人懂得保育森林资源，并从森林中体悟到，即使是微小的生命，都有它值得被尊重的地方。今天运气蛮好的哈，绕这棵树折断掉下来，所以可以看到这个一般长在蛮高树上的兰花哈。嗯，对，这棵是附生的龙爪兰。嗯哼，嘿，它叫龙爪兰的那个主要是它的叶子的先端哈。嗯，先端二裂不对称，好像一个龙的爪，可能要想象一下。哦，就像这边可以看到哈。对。这边好像一个不规则，有点像爪子这样子。对对对。哦，所以因为这样叶形叫做龙爪。龙爪。哎，现在刚好是它的花期啊。嗯。一般兰花大概分两大类啊，一个就是附生，附生在植物体上的，一个就地生兰，就生长在地上。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龙爪兰，它是属于附生兰的哈，它的花轴很长，都是从叶翼侧边叶翼长出来的，很长的花轴。花轴上面再分叉这样，然后兰花非常的讨人喜欢，就是它的花瓣，嗯，颜色非常的鲜艳这样。你现在看到花瓣是这样一片，然后有咖啡色的，这个是花瓣吗？对，最上面这个是其实是它萼片啦。萼片。它有最上面这个叫做前萼，然后两边叫侧萼，嗯哼，就是它的萼片。其实它的萼片和花瓣的形状和颜色都很像。这个一般我们都称它叫瓣化了，已经有像花瓣的样子，叫瓣化。然后兰花比较特殊，就是它的第三个花瓣长得非常的不一样。嗯，我们一般称它叫做唇瓣。现在看到这个哈，它的唇瓣底下还有一个囊袋，有没有凹进去的一个囊袋？哦，就是它后面凸出来这样一块这样子，这个东西。对对对，一个囊袋。这个囊袋主要是什么作用？这个？它这个囊袋通常会里面会分泌一种蜜液，甜甜的一个东西哈、嗯，它会吸引一些蛾类去吸食。蛾类的口气比较长嘛，所以它就可以伸进去吸。它在吸这个蜜液的同时，它可能就替这个兰花去授传播后代。嘿，啊，像我们来这个乌来这个地方哦。其实，在一些天然阔叶林底下，非常多的兰花，种类非常多。龙爪兰属的兰花，全世界分布有3种，而台湾产的只有1种。夏天暖温的森林，正是它最喜爱的季节。炎炎夏日，清可沁皮的统后溪，却是快意消暑的胜境。为了降低环境的承载量。进入林道前，除了向林务局新竹林管处提出申请外，还必须经过乌来乌玉检查所的查验跟核准，更提升登山的安全和旅游品质。这段架设的是木栈道哈，那原来的路基是在哪里啊？路基本来是它，因为冲刷以后啊，它是从上面啊，走到安溪床再上来这上面。那像这个木栈道的话，它是什么材质？是从哪边取的？我们是尽量啊，是用原有木材啊，现地取材啊，吼。这个大部分都是那个柳杉木做的，像这个啊，横向的都是杂木。杂木，尽量用到杂木，而一些不是贵重木的树木在做。就像我们刚前面有经过那个柳杉林嘛，有一些可能倒掉啦，就利用那些风倒木或枯倒木，对，来做这个现地的这个木栈道。对对对。
那像这沿路都平常有定时在维修吗？这条路？有，我们都有固定一个礼拜至少一次或是两次，然后请巡山员一起过来，然后定期巡视，然后维修。这一小段从统后溪中架设而起的木栈桥，是统后越岭道中少见的人为设施。依溪而行的步道，完善地保留下两岸原始的山水风貌，让旅人在上游静享这条被称为北台湾最清澈的溪流时，还能让台北市的用水人分享这缕清甜。早年礁溪是噶玛兰人的住所，而礁溪在汉人拓垦宜兰的过程中扮演着中继站的角色。当年初来乍到的汉人见溪床沙石堆积，水流不足，因此取名为达 K， 也就是闽南语干涸的意思。另外，当人们发现有滚热的泉水从地底涌冒而出后，又给了这里藤阿霞或是汤围的称呼。温泉乡民利用温泉水种植蔬菜和养殖水产，即使是严冬时节，整座礁溪有如一座热乎乎的山城。夏日健行登山，说来就来的山雨，经常令装备不足的登山客措手不及。但行前充足的气象知识和准备，却一样能走看雨中极景。整个天气都转坏了，下起这个大雨，午后雷阵雨，应该夏天典型的一个气候，非常典型。那像你们平常巡山的时候，常会遇到这种大雨吗？经常，尤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平常这个时候都会下雨，不预警。然后气象报告说暴雨天气，但是在那个地方都会下雨。就是我们站的位置是接近小礁溪，那这个地方的天气，我们要宜兰跟富来还有台湾山这三个地区的天气来做比较。所以是蛮辛苦的，对对。突如其来的午后雷阵雨令人懊恼，但不同天候下的山径步道却有另一番不同风景。雨中的统后溪水，水势较平日湍急，但仔细观看，竟然仍保持住让人意外的一溪清澈。林务人员告诉我们，唯有完全不经人为开垦过的森林，才可能在如此滂沱大雨中不见任何浑浊。这就是森林的好处，保育森林也为自己保存下一座天然的大水库。雨停了，太阳有点出来，然后山岚慢慢的往上蒸发。哇，加油！太阳出来了。哇，这边天气变化真快，刚刚还下着倾盆大雨，那现在一下就雨过天晴，云开雾散。对啊，就典型的午后雷阵雨的气候。在这山上都是会到午后就会下大雨这样。对对，就是这样。不过这下完以后，这云雾啊，这山岚这样蒸腾，感觉还蛮漂亮的哈。对啊，哇，这边好像到了一个高点了啊，而且这一段路看起来就比较平。对，就是像那个统后越岭古道的那最高点744公尺。哦，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走这个统后越岭道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地方了。对哦，大概再走个30分钟，2公里。从这边开始就是比较缓，然后比较平，慢慢就往下，就下到礁溪去了。对对对。我们正通过台北和宜兰的县界。
开始翻越雪山山脉，走在宜兰的脊梁上。这里是烘炉地山和大礁溪山之间的鞍部，幻化多变的蓝雾就像山中精灵一样，从溪谷向上窜升，再由鞍部长驱直入。来到宜兰县的统后月岭道，植物像呈现出完全不同于北县的情调。枝垂藤绕的密林不再夹道穿梭，放眼的芒草浪让进入宜兰的道路多了一些凄怆和苍凉的美。这是截然不同于绿色丛林的热情。眼前的溪水将是统后月岭的旅途中和统后溪最后一瞥。这边又过溪了，又下降到这边又过了统后溪了。它这边是比较上游的地方的吗？对对对，这是那个统后溪的源头的。那这边感觉就水流也变得比较小一点。对，这边就是算宜兰了，它也就要下降了。翻山越岭而来，看到统后溪宛如小家碧玉的源头，不禁要心生饮水思源的感激。步道上原本杂乱刺人的芒草，在林务人员的定时维护整理后，走来开阔宜人。在这条山径步道上，除了统后溪外，在绕过几个山棱后，小礁溪源头淙淙的水声接着出现。这一道几乎深隐在碎石中的源流，不留意就会错过。然而当它流淌到山下和大礁溪共同注入宜兰河，一条奔腾的大河至壮围汇兰阳溪后出海太平洋。山下北宜高速公路车声隐隐可闻，走出了芒草路，踏上月岭道的终点小礁溪。回望山径，路的两端弥漫着滚滚热泉，而路上的风景是一种快速道路绝对感受不到的漫步之美。